咁同埋我又做一個大班，咁係一個幾叻嘅舞女啦。咁所以同埋但係因為我係叻，但係都仲有啲吸引力嘅，咁所以就會都會有啲人成日都會想搏懵啊，即係都會想摸手摸腳咁樣咯。咁呢一啲角色我真係第一次做，係好即係要好闊出去咯，真係要好。好騷好好要電人咯，係啊，即係嗰啲 sexy dance， 即係個即係好似類似 Chicago 或者係嗰啲即係會著啲衫係會比較可能好短，跟住會扭啊，或者會可能坐人大髀啊嗰啲咁樣咯，即係有啲動作可能即係抹髀嗰啲動作，你會覺得哇，即係好似。即係會有啲尷尬嘅，但係就要即係要即係要豁出去咯，係啊，即係好多 kiss 嘅戲咯，同佢即係比較多 kiss 嘅戲咯。呢樣嘢我就開頭我係覺得哎呀好驚啊，因為咁熟咧，仲要唔係 set 一次，可能兩次有床戲咁樣咧。其實因為我入行到而家，我諗我要錫嘅戲咧，即係一隻手做得曬，我唔多噶，我好少錫戲，可能淨係錫過阿陳展鵬李思捷。差不多了，真的沒什麼，很少的，所以今次好像一次過這樣要我找數。這個是 Crazy Runner。 Crazy Runner 暫時呢，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自己都有時會爆，即是思華會有些爆肚位的，即是嚇鬼我，等我們會有些真的反應。但是這些有點呢，他 OK 的，他 OK 的，其實你不要看他斯斯文文，佢係幾活潑噶，幾鬼馬噶。佢有啲嘢係大家依個戲裏邊可能之前睇唔到嘅，李思華依個戲會睇到。不之前只見佢赤腳彈琴都好爆噶。係啊，依個戲你會睇到李思華嘅另外一邊噶，會有啲唔同嘅。有冇俾佢整蠱到啊？少少啦，但係嗰啲整蠱係喺個戲裏邊嘅，即係突然間會佢無端端行下，譬如我哋排嘅時候係咁樣行嘅，佢突然間會。擰轉頭嚇一嚇我嗰啲，咁嗰啲位係令到我有真反應咯。咁然後我哋用咗嗰啲位咯。咁我覺得依啲係一啲火花咯，就係所謂嘅。